今天来到镶嵌的这里。老板，镶嵌好了是吧？嗯，打开看一下。戴在手上，这是虎哥的戒指。Hello， 大家好呀！今天呢，我要来给翔腾哥、曾哥、虎哥发货。现在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翔腾哥的货。风吹云动，天不动，谁推船已岸不移？刀切。吹云动，天不动，谁推船已岸不移？刀切念藕，丝不断，山高水远，情不离。与梦梦长崖洲，百年巧合化惊奇。山河皆会得报应，祸福自然有天理，姻缘桩桩丝线牵，万事悠悠到此地。香腾哥打包雨绵绵起，多少故事在心。现在年货已经打包好了，等一下一起寄走哦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曾哥的货。现在给曾哥打包。百年修得功成名，人世情呀缘呀有怎安排？白首同心在眼前，人世情呀缘呀有怎安排？白首同心。曾哥，现在年货已经打包好了，等一下一起寄走哦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虎哥的货。云中水起，几数来，燕子回时，月满西楼，花自飘零，水自流，一种相思两处闲愁。哦哦哦，此情无给虎哥打包。小楚彩霞眉头却上心头，哦哦哦，
却伤心头。胡哥，现在你的货也打包好了，寄快递去咯。香腾哥、曾哥、虎哥，现在你们货已经寄出去了，收到货记得通知我哦。如果各位哥哥姐姐没空看直播的话，也可以多看看回放，如果看上喜欢的也可以找我帮大家谈哦。喜欢和田玉的玉友们，点订阅加入我们吧。